好的一天它就开始了，姐妹们，八宝鸭，美好的一天它又开始了，姐妹们，又是我呀，先来个小鸭腿儿，吃饭谁不爱可爱的小动物呢？肚子里是糯米，这个好烂乎，加一丝丝的微甜，还行，不腻味。一甜一咸的，它这个米里面还有些豆子、大枣啥的，好吃。咱们南北方口味的问题，多吃可能就扛不大住了。这边这半边，还得是吃肉啊，姐妹们。它这个骨头都烂了，姐妹们。有点像德州扒鸡一样烂火。脖子，拜拜，挺好，拜拜。